你可以放出来或是这样子都非常非常的好看。然后这一件很棒的是它很适合现在穿，然后可以遮阳。好，然后如果真的啊你觉得想要变短袖的话，你就把它拉起来，它很简单，它直接可以这样反下来，它就变一个短袖了。这个前面是做鸡皮绳，非常可爱的串珠哦，你一定要买这件，因为这个花布我真的等超久。重点来了哦，不，重点不是这个花布，重点是说这个花布呢还有另外一个颜色也很讨人厌，就是让人家很难选择哦。这个一样就是 S 到 2XL， 通通可以驾驭，想要放出来很随性的就这样子，很随性，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哦。长裤也是大家最喜欢可以盖到屁股上的。好，然后如果呢你就是想要跟妞妞一样拍照腿长一些，来，我们就是围扎这个布料，这个颜色实在太强大了，它有一个很特别的花布哦，叫做黑色。因为一般呢、啊、卖家在夏天其实不太会帮大家选黑色的花布，但是这一块的黑色花布实在太漂亮，它是非常细致的棉质来了。有没有很讨厌？哎，你们有看过黑色花布吗？黑色花布是不是很特别，跟一般的都不太一样？黑色我也超爱的。然后黑色啊，你可以搭拖鞋，一些罗马靴啊什么都会非常非常好看，很好看，因为黑色就是又有另外一种不一样的 feel。